前王设朝，1100多年前，中国正是乱世。为了争夺地盘，到处都在打仗。只有杭州附近的吴越国，老百姓的日子还算太平。这都多亏了他们的国王钱镠。钱镠在当上国王之前，曾经是一位将军。他能征善战，又关爱百姓，深受人民的爱戴。当时的吴越百姓经常遭到钱塘江潮的侵扰，不仅土地被淹没，房屋被冲塌，连性命都受到威胁。钱镠便暗下决心，要平息水患。这一天，他来到江畔，查看正在修筑的堤坝。突然，远处的江面上，一道雪白的激流奔腾而来，转眼间就涌到了岸边。士兵顿时吓得跪地哭喊：“潮神又来了！”传说中的潮神是2000多年前的一位将军，含冤而死。传说他死后化为潮水，来向世人复仇。钱镠也听过这个故事，但他一点也不惧怕。这时听到身边的哭喊声，顿时大怒。这一天正是8月18日，传说是潮神的生日，所以潮势最为凶猛。钱镠看着越来越近的潮头，号令身边的3000士兵一起放箭。霎时间，长箭像雨点一样射向潮头。渐渐的，潮水竟神奇地退却了。岸边的百姓齐声欢呼：“前王威武！”不久，堤坝便顺利地建成了。钱塘江两岸的百姓从此摆脱了潮水之苦，而钱镠也永远地活在了杭州的记忆里，直到今天。